全能一飞废物狄小姐第301集。男人听到眼前的女子叫出这个名字，唇角几不可见地勾了勾，似乎在回忆着什么美好的事物。只不过当他的目光接触到江子生要逃走的声音时，眸光蓦地一冷，手上的铁链像是有了生命一般，直直地朝着江子生袭去。江子生才飞出数步，便觉得肚子一紧，连忙低头一看，不知何时一涵手上的铁链已经缠上了他的纤腰。哼，想逃？一涵的手轻轻一拉，江子生整个人便像是倒退的箭，向着一涵的方向急速退去，最后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柔软的腹部突然传来一阵绞痛，江子生只觉得额